抱歉占用大家的资源，但对我来说，我会勇敢，然后拥抱智慧，然后还有大家给我的祝福，然后一起好好的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圆满落幕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运动真的需要有伴，然后刚刚在准备的时候就听到学员们的那种活力欢呼声，然后再加上今天一来，就是我觉得这里的色彩也非常的鲜明，然后有非常多互动式体验的小游戏，然后这些小游戏其实都是训练我们各种不同的肌群啊，比如说反应能力啊，肢体协调啊，然后甚至有一些活动还是可以两个人 PK 比赛，我觉得都是互动性非常高的，而且我觉得喜欢运动的人应该都会喜欢，因为里面有一些小小关卡是平常我们比较难可以在健身房啊，或者是自己在家里就可以体验。我觉得毕竟这是一件就是人生大事嘛，然后我们也不想要让它办得很仓促，所以我们也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什么目标，说一定要在几月几号完成计划 A， 然后下一个计划是什么，所以我们比较是借由我们两个的工作空档，然后去共同讨论这件事情，所以是有在进行中，但是我们比较没有就是比如说找分部啊，或者是很就是办活动，就先已经确定了下来。现在就是像昨天说的，就是已经有请律师，然后一起协助处理这件事情。然后对，很抱歉占用大家的资源，但对我来说，我会勇敢，然后拥抱智慧，然后还有大家给我的祝福，然后一起好的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圆满落幕。然后我觉得，就是作为子女的，还是希望父母都可以健康平安，这是最重要的。